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我们常说人人都有佛性，也因此呢，人人应该都可以修禅学禅，而禅呢又是不立文字，完全由个人心领神会的。这么说来，禅也应该超乎时间、地域、环境等种种外在的因素。可是为什么又会有所谓的世间禅跟现代禅呢？他们指的是什么？禅难道真的有世间跟出世间，或者是古代跟现代的差别吗？我们现在就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这个禅呢，已经被我们被我们现在许多的人弄混淆了，也很多的人就被他缠住了，就弄不清楚了。很多的人在标新立异，希望啊，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一种啊注目、注意，所以弄出一些新花样出来。那么也有一些人倒不是为了标新立异，而是呢，希望啊，能够啊，走捷径，讨便宜，因此呢。想出一些名堂来。那么这个在中国的禅宗本身呢，在是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，也无数位师啊，是古代或现代，他这个精神根本呢是一贯的，因为这个禅宗是从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啊，对的许多许多的弟子们说法的时候，他不说法，不讲话，而只是呢拿着一盘花向弟子们呢来显示一下。在弟子们之中，大家不知道是佛在做什么，可是呢只有一个人这个微微的一笑，那是谁呢？那是摩诃迦叶，就是一个头陀第一的迦叶尊者，他就笑了一下。那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哈，涅盘妙心，正法眼障啊，你已经得到了。”那就是从这个一个拈花，如来拈花，而迦叶微笑，这彼此之间呢，互相的一心一心呢。就心心相印，就是我讲的是什么，你要知道的是什么，两个人完全相同。实际上又是什么呢？没有什么，这是一朵花而已。可是当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，就这样子呢，就是叫做不立文字，一直传到中国来。另外呢，在印度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，这个用一种顿悟的法门呢，让人家去用的。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弟子是相当啊不容易开悟的人，佛就叫他反复的呀，用一句话念，或者是呢反复的呢用一句话来问，那也能够使得弟子开悟。那么中国的禅宗里边呢，就有这禅话头的这个一种公案就出现了。一种方法就出现了。可是呢，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本身呢，在它的源头是从印度来的，那么到了中国以后，它是啊非常重视于生活的以及呢直截了当的开悟的一种啊经验。但是是不是说中国的禅宗里边的从古代以来，凡是修行禅法的人通通是开悟了的呢？也没有，也不可能。在我们的这个禅宗的历史上记载里头，一个大禅师大祖师的座下，往往几百个人上千人头两千人，他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丛林呢，可是他们的座下能开悟的人最多的一百多人，像马祖，那么其他的呢就几十个人开悟的。那么其他的有的人，他的一辈子之中啊，有一个两个徒弟开悟已经不错了。那么像这样子，那么其他的徒弟呢，没有开悟的算不是有用呢？是有用的，还是很有用的。所以是
这种方式又像是在印度的情况一样，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有的呢一句话两句话他就开了悟的，有的呢一辈子啊花很长的时间开悟的，有的时间没有开悟的。那没有开悟的是不是有用呢？有用啊，在种善根呢，他在修行呢，那么对他的人格，对他自己的烦恼会增长，人格会增长啊，烦恼会消减啊，这还是有用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倒是有一些人为了凸显自己，或者是呢为了自己那个这个追求激进啊，渐进啊，是渐运系统的渐啊，渐进。那么在美国啊，也有人呢要求我给他古代禅，他不喜欢现代的禅，说现代的禅要参话头，现代的禅呢要参公案，现代的禅呢要念呢要数呼吸，现代的禅要打坐，他最好说这些方法统统不要。说古代的禅呢，所以这个比如说临机的鹤德山的棒，就是德山祖师用棒打，临机禅师呢用棒用这个用口喝，那一喝一棒啊就能够开悟了。所以是大家都希望啊，我能给他们呢一棒，就是当头一棒就能开悟。我说我给你当头一棒大概不是开悟，你们猜猜看是什么？打死人了，头上开花不是开悟啊。所以呢没有这个根基，不是这样子的材料，棒喝没有用的。所以古代的禅师也并不是整天见到人就打，见到人就喝的。现在的有一些禅师呢，就装模作样的，这个一见到人就是哈，一见到人就打，就是这个禅师这个样子是有了，但是呢他的弟子不能开悟，弟子好像是吓一跳也不算是开悟啊。所以是呢像这种情形呢，那么这个模仿古代的禅师的这种一种模仿法也是错的。我常常讲的，有的时候悟后还是需要修定，悟后如果不修定呢，这个人的智慧是一种浮的，这个不如实的，不踏实的。还有呢，如果说不修定的话，有一点点小小的智慧还会被外境所动，外境所转，而自己迷失了自己。当他迷失自己的时候，自己觉得很后悔。事实上如果说能够啊，还是以所以这个佛教的三原则，就是戒定慧这个三原则，以戒和定作为基础而来修慧，这个禅呢是最可靠的，否则的话呢都有问题。